好吃，嗯，这下子地瓜也紧张，山药也紧张，芋头也紧张，人生多了一个对手了。哇塞，我们家今天就超好吃的，哎，哎呀，哦哎呦，是烫烤烫，好烫，有一种亚平撞的味道，嗯，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的，基本上是100分啊。周日晚间8点，笑莲出发吧，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